家就是可以多多分辨我跟阿杰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要带阿杰来日本传统理发店剪头发。你家剪发是大事吗？好，这是本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皮皮蹦蹦。今天呢，是我来日本行的最特别企划。没错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大家都知道呢，就是以前阿杰是很长短头发的嘛，然后呢，但是最近他就已经留长，大概到这边了吧。那我是想说呢，我这个贴心的人，为了让大家就是可以多多分辨我跟阿杰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要带阿杰来日本传统理发店剪头发。哇哦！我就是要把阿杰改造成昭和妹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我跟阿杰说我要带阿杰来日本剪头发，然后阿杰一直以为是那种就是日本那种超高级理发店，然后丝发造型啊什么那种超厉害 style 的日式剪发。阿杰不知道我要带阿杰来日本传统理发店。没错，那我找了一间呢，剪一次200块台币的那种，就是那个快剪理发店，然后呢就带阿杰过去。我呢已经帮阿杰找好要剪什么发型了，阿杰到现在都还不知道。就是这张，哟，把阿杰改造成昭和妹 ，Go！ 200块台币剪发，好啦，带阿杰去剪头发。在哪里？我呢？你不觉得这边有点偏僻？在哪里？也没有很偏僻吧？剪发的地方在哪里？剪发的地方就是这里呀， yeah! 就是这个营业中，看到没有？营业中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，这边是营业中。然后呢，1000块日币，200块台币剪发，走吧，这是很高级的啦，这是很高级的，这个很厉害，你看它什么道具都有。你家剪发是大事吗？他很好的啦，他们这种已经都剪了那种几百颗头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去吧。来，阿杰，请坐。哎，呀，紧张吗？他跟你很专业哦，你要剪什么？啊？你要剪什么？就是你要的那种，就是很可爱那种。哦。哦。好紧张哦。可以啦，我很兴奋。我就要把你打造成最可爱的日本樱花妹。怎么样？哦，原来是要先喷湿头发呀，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。不然想象中怎样？跟想象中，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日本的美容院，然后就是非常的时尚。这边很时尚，这边还不时尚。你看，我觉得就是也不是不时尚，超多头发，很家庭。对啊，你看那里不时尚，那超时尚，好不好？你看这种木质系啦，然后放一棵树啦，然后营造一个非常漂亮的氛围。有没有，这很时尚，好不好？而且我听你看那边还挂了一个画，看起来就价值几千万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在日本剪头发就是好像一颗头好像是800到1000元啊，你说台币哦？对，没有，我们日币啊，1000元日币。要剪了，来喽！哇哦！哎，你知道这头留多久吗？你留多久？你上一次短发什么时候？我上一次短发好像前年的事情。哇，非常之平哦，这是师傅的手艺。哇，你会得到全世界最齐的头发，很讲究哎，这是非常之值了。你现在安心了吧？我有点安心。一坨阿杰的头毛，好多哦。我头发之前就有被设计师说我的头发的量是一般人的3倍。一般人3倍，看起来是你现在一层看起来就是有够多的，你这样很划算的，每次去剪头发超划算的。你看这师傅的技术很好啊，你看他水没有喷多，你看那个之前我们看那个喷到不要滴到脸上去了吗？开始有那个形状了哦，你一定会变得像那个啦，你要的那个时尚短发妹子一样好看，很少看到这种就是一刀一刀，然后能慢慢。
慢慢的剪，然后把它弄得超整齐的。毕竟在台湾好像不流行那么齐嘛，是不是看起来不像价值1000日币的？怎么可能？看起来应该就是1000块台币啊！是不是？我帮你找了一间好店。哇！帮你找一家好店呢。有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开始剪旁边喽，开始剪旁边喽。这么短吗？啊？没有吧？我不是跟你说我只要剪到胸前就好了吗？好吧，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吧，因为这边的师傅也毕竟是这种你看可以这种豪放不羁的店，所以呢，他可能就是觉得你这样子长度比较好看吧，可能是师傅自己觉得哦。你刚怎么跟师傅说的？我就给你看你要的那个长度啊，胸前。对啊，师傅，你看我不专业，你看他那眼神，哇塞，超认真的。现在大家看我的头发长度到这里，然后呢，阿吉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，怎么样？可爱吧？觉得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对，我现在还有点震惊。是哦，有什么好震惊的？这又很好啊。就是说，因为我可能是说胸前嘛。哇塞，真是史上最快！我们从进来剪不到20分钟。对，才10分钟。10分钟，哇，这好像蛮可爱的耶，把发控站出来。这个我觉得有种很传统、很日式昭和的感觉。那昭和那是最时尚啊，最时尚施法，谁跟你昭和？因为你确定这是我们昨天讨论的样子吗？这就是我们昨天讨论的样子啊。我昨天你不是说你要带我去那个东京市，然后染发很厉害，然后漂发也很厉害那种吗？这边好像只能剪发、欸，因为这个师傅是专精一种手艺，他就是只做剪发，哦，专精哦。你看你旁边骑的要命，他就是毕生师傅，毕生只修行剪发，职人，这才叫职人精神。哦，我天啊，嘿嘿嘿。师傅也知道刘海是女人的命。哎，我现在很像那个怎样？男女跷跷板那个吗？你说昭和女高中生？阿杰完成了，时间超快，我看一下，从刚才剪完到现在大概是20分钟。师傅手艺极强，我觉得这个有媲美，就是台湾的那个800剪呢。什么800剪？这个已经是1000多剪了吧？我就跟你说，这个师傅毕生只追求剪之极致。哇哦，圆的要命！我不做的光那个地方，哎，那个啥 ，OK 的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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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哎，どうも。いただく。あ、気持ち。これね、ちょっとね、髪の毛吸いますね。ちょっと大きな音します。はい、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。はい、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わー、かわいいですね。かわいい。各位各位，我得到了一颗蘑菇阿杰，不错吧？这就是我要的昭和妹子。什么昭和？没有啊。时尚啊！你不是说你要加入时尚？你不是说你要带我去时尚的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想说都已经来了，就特别嘛，对不对？就特别嘛。没有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他有对你手下留情啊。原本应该要比这更那个更蓬一点，更蘑菇一点。他有对你手下留情哦。什么时尚的剑都是骗人的。没有啊，我想说，哎，这也算是有心意吧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改造妹妹，又不是二整妹妹，对不对？很可爱吧，都已经长这个样子，真的很可爱吧？各位可以那个大大称赞一下，为了保护我的生命，所以呢，请各位大大称赞阿杰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我们这个日本的特别企划，一个可爱的昭和妹子成功。什么昭和？很可爱，好不好？是可爱的啦，不用在那边哭来哭去，哭来哭去。也不是说他剪得不好。只是因为我一开始真没有要剪那么短，哎，头发是女人的命根子。好啦，但是呢，得到了一只很可爱的阿姐，这个呢就是我心目中的可爱昭和妹妹，大成功。好的，那下次呢，等阿姐头发留长一点，我再来改造她。好的，我是皮皮胖胖，再见，我们下集再见。
Yo, 各位，经过我们一整个早上的打造，我把阿杰变成昭和妹子啦！好可爱哟，转圈，超可爱的啦！好的，待会就让阿杰来拍一组照片，给大家当四月的 VIP 会员礼。哇，你这样我压力很大。那好好表现啦，昭和妹子。好的，转圈。耶！有没有招魂感？还挺有的耶，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你的那个头发，哦，好可爱耶！请期待照片了，各位。